低級組嚟嘅，佢係純粹負責咧 check 下啲資料啊，做啲數啊，你知唔知有啲咩問題啊？今日同你教嗰樣嘢咧，嗰個高級組真係經理嚟，咁佢就話睇到你份申請，佢又都可以直接揾你嘅，我經理因為佢都有驚考慮話申請，所以佢定係內部嗰陣內部啦，佢會揾啲其他職員嚟 check 咗究竟有咩問題先，冇問題，最終會試佢 pass 嘅，佢係因為係嘛內部就驚啲經理同佢熟，咁亂咁批就啲太亂咁批嘅，所以佢揾嗰個 check 卡去 check 下我哋份翻。咁而呢個 check 卡呢個部門係純粹係 check 嘅啫，即係我俾啲咩佢，佢就同你講啲乜嘢，就係咁樣。我問佢一次咧，我同埋你嗰啲嘢係咪啱啊？啱先要等你睇下定唔好睇啊。所以我預先今朝就叫咗佢有冇睇咗你份申請先，望一望咁私底下同我講下究竟會唔會有嘢棘啊？因為我同佢講話你望住攞錢，所以盡快幫我交。咁對嘅資料咧就會 pass 俾佢嘅。咁到到去到睇下佢講邊咧？咁佢先至會知道係咪多咗手期啊，定係點嘅情況。咁佢今朝同我講就可能有機會就會呢樣嘢。咁我而家同佢對完資料啦，真正嘅 case 拍到俾佢，咁佢就會再入機幫你睇。因為佢未同你對會咧，佢唔可以睇你環保信貸嗰個，咁所以而家可以睇環保信貸嗰個咧，先可以作最後嘅批核。咁啊，等一等嘅資料。
93。请紧握扶手 ，Please tighten the handrail。请紧握扶手。等下可以吗？The next stop is Nau Chau Ke Station. 下一站是牛头角站。请紧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请紧握扶手。又嚟啦！樣樣開支都加，走翻月票就可以幫到你慳錢。每日平均車費只需要$13，就可以搭十程九巴同龍運路線。翻學、出街點搭都得。而家只要用學生身份發達通喺 App 933登記優惠，生效率最高3次，就可以拎$800新乘額。仲嗱嗱聲下月票同登記優惠，優惠就係咁細嘅用途。请握扶手。我会。
The next stop is Kuntong Station. 下一站是观塘站。请紧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请紧握扶手。The next stop is Longping Station. 下一站是蓝田站。请紧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请紧握扶手。
请紧握扶手。呢份睇上系睇人啊！
有咩啊？